美国已经公开准许政府大规模监听美国民众电话和使用互联网情况的秘密法令，这些就是前美国情报合同雇员斯诺登上个月泄露的有关两项秘密计划的内容。政府在星期三公布了上述有关命令，但逃去了重要的信息，例如政府寻求通讯记录的电话公司名称等等。